车出发。我们要找我们的接驳车。哎，我们要坐去十字路车站。7829，我们的接驳车。来，多先生吗？对，安先生，张先生。哦，30秒。啊，我们七个。啊，七个嘛。哎，对对，七个。好。坐一位。好。那这边坐两位，这边坐两位，他这边三位，前面一位。哎，我坐前面。好，你前面吧。好，来。就可以，就可以。来，坐接驳车。好。不对吧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不是这边两位吗？这路车站了，再跟你们讲你们怎么玩这样。好。他那个便当是要订吗？是直接就可以买了？铁路便当应该都可以。你们是电话几号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想说如果那个他们面线如果吃不惯的话，就看有没有便当可以买。哦，有啦，有 也有啦。啊，你们吃面线那边嘛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十字敏咖啡啊。对。哦，这个本来如果没有坐接驳车，这是用走的。啊，对对，因为你看那个那边的那个牌子有没有？一般车辆它就是进入吧，因为它怕你们开危险啊。这会车的话，怕危险。对，这里应该也没办法会啊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说不好会车啊，你们路不熟有没有？我们当地的就常常会车啊，比较熟了。那外面的你们怕车子不熟的话危险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最要么就是用走的，要么就是坐接驳是最好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像外面的车子来有的走到半路卡住了，所以像外面的吊车也没办法进来、啊。对，所以这也不适合自那个游客自己开车进来。对，这条路。像我们这边比较熟的话就没关系了。对，这根本就是没办法、啊，太路太小了。对呀、啊，哥。Hello。十字路车站到了。嗯，对。所以这很小。那边我到了。车子没办法啊。这里车子没办法回转。慢一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呀。小心，这个。好。好。哎呀。好，我们到了。这个是这现在是公路跟铁路离最近的地方，对，整条铁路跟公路哦，从这边好，这里这边十字路跟十字国小，好，从这里走，那从这边看下去比较最清楚了，哇，再看这副眼，嗯，沙邦部落，车务也部落，对，沙邦部落再过去一点，我的大哥带我们。逛一下，对，这个又十字国小，十字国小，对。12:30会在一班火车进来，12:30会有个火车，等一下刚好可以拍一下火车。那这个这一间就是老站长宿舍，这个日本时代建的。哦，这个是日本时代的，啊、对对对，哦，那很久了，哦、所以老站窗户都不一样啊，就是。哦，所以老站长那时候是住在这里。嗯，对对对，这边好，一些道班工也是住在这边。在修铁路啊，在维修。然后这个是十字敏咖啡。我们到十字路车站了。给他车子，帮大家修铁路。火车来了。
十字路车站，转过来这边就是观景台，火车停靠，然后前面的方向是往多林车站嘉义的方向，然后这边旁边就是那个画布，然后这个是下车的小小月台，小工程车经过这个十字路，还有多林和那个平珍娜的牌子，然后海拔1534公尺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中餐，那个原木坊十字路铁路便当，可以在这里吃中餐。十字路车站就这么大，然后前面往前就是往阿里山的方向，我们在这里吃饭休息。十字明咖啡，然后这边路口有一个阿火锅便当，十字明咖啡。埃及步道从这里下去，然后这边是已经没有通行的往阿里山的方向，将这里就是整个十字路车站，日据时代建的站长的宿舍，然后这里出去就是公路了，阿里山公路。好，就这样。三，他有了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按录影？嗨嗨嗨嗨嗨！